刘诗诗跟朱一龙主演的《亲爱的自己》上线之后就饱受关注，因为朱一龙在职场中的处处碰壁，而在情场又跟女友关系很不稳定。虽然刘诗诗是首次跟朱一龙搭档合作，但是两人的默契程度却超出了大家的意料。在某一段花絮幕后片段中，当时刘诗诗在拍摄一场打人的戏份，没想到走戏的过程中刘诗诗不小心踹了朱一龙一脚。然而在他们看回放的时候，刘诗诗就突然从身后挽住了朱一龙，此时有谁注意到朱一龙的反应，导演组都忘了剪。我可以调没想到朱一龙并没有介意，反而是一直在思考怎么走戏才足够完美。